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送。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第二只歌，歌名叫做 Burn It Down。 那呢，这个特别的 moment 呢，其实因为这首歌我们就上年就因为其实台湾多元成家的议题，所以写了这首歌的。所以今天都很适合的场合，所以就想唱这首歌啦。也都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一位很特别的客席的吉他手帮我们弹这首歌。Rock 妹卢海彤。好有型啊，我们有客席吉他手。攞支咪嚟喎。咁咧，呢首歌叫《Burn It Down》啦。咁其實個內容就係講以前即係我哋攞翻以前攞啲中世紀中東嘅人士咧。咁因為佢哋覺得可能同性戀啊，或者嗰啲 LGBT 嘅人士係魔鬼要落地獄，就要燒死佢哋。咁我哋就攞咗呢一個嘅 idea， 就寫咗呢首歌啦。紧张添，你搞到我，唔好咁紧张啦，我仲紧张过你，俾啲呼呼声佢得唔得啊？Should take